切记点到为止，己方胳膊上的锦带脱落则视为失败，记住切不可伤人。开始。说什么呢？这才刚开始，大师姐还没发力呢，你们就等着看吧。剑法有点眼熟啊。怎么回事？这分明是军武一族独有的剑法。本想赶紧结束这场比试，看来是我小看你了。冰鸾，他居然在这儿使用这种灵级的招式。没想到你的灵力已经恢复到了这般水准，凤舞，或许我真的不该对你掉以轻心，那一次我就该彻底结果了你。
是。凤凰之血，凤舞，凤凰之血不是在你手上。已是胜负已分，凤舞胜。